刚刚你有没有看到胡雨桐啊？声音好听啊！我的心快炸了！记得点击订阅按钮，并打开小铃铛，以获取更多视频内容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郑佳慧。我有一个特别嘉宾，就是我的狗，它的名叫 Snowy。它刚刚突然间我要开始录的时候呢，它就叫我抱它。今天我要对刘奕云、胡雨桐、李润琪在闪光的乐队的表演做出反应。乐队的名称叫做黑裤乐队。之前我有对刘奕云的表演做出反应过，我本身是很喜欢他的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这一次他们被分配到的歌曲是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。听说呢，这一次刘奕云他会挑战架子鼓，而且是与胡雨桐对调角色，所以我蛮期待他们将带来的惊喜是什么。好有感觉哦。哦，他们的颜色穿着呢很鲜艳，红色、蓝色和青色，而且他们的钢琴呢是红色的。听说胡雨桐、李润琪他们两个都也是音乐鬼才。哇！大家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。真的。啊，好听哦。哇！宝贝，宝贝！哇！刚刚你有没有看到胡雨桐？他甩他的棒子啊，超帅的！之前呢，我看过萧敬腾他打鼓嘛，那时候我觉得他是在鼓界当中，我认为他是最帅的。现在又加多一位胡雨桐，你超帅的！哇！我的心。哇！好帅啊！李润琪他玩吉他的时候真的是太帅了啊！而且我刚刚发现到，在他们的台上呢，有两个架子鼓，然后一个钢琴，还有一个吉他嘛，真的是三位音乐鬼才啊！哇！啊，声音好听啊！哇！啊，李润琪的 rap 真的是超棒的，超有感觉的，我忍不住很想跟他一起跳舞，一起跟着他的旋律一起摇动摇摆啊！喜欢他们这一次的表演，刘奕云配合胡雨桐和李润琪，哇，真的是太炸了！除了炸，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讲。如果你们还有任何词汇的话呢，请留言在以下。今天的反应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反应的话呢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哦。还有，如果有任何组合我还没有做出反应，而且你很想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请在以下留言哦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